陈老师背部谍照曝光，渐变色设计，四件无数。昨天荣耀官方宣布了荣耀10的发布时间，将会于华为 P20 系列机型发布一周后，也就是4月19日在上海发布。同时还放出了官方宣传海报，由赵丽颖和胡歌代言。昨天报道来看，我们已经确认了荣耀10将主打 AI 双摄，并采用时下十分流行的渐变色设计。现在有网友放出了荣耀10的背部高清图，效果十分炫酷，可以想象真机也必然十分吸睛。从这份谍照来看，与此前曝光的基本相符，采用的是横排双摄，镜头拥有 F.6 光圈和27毫米的等效焦距，成像能力出众，具体的双摄参数并未公布，预计将与 P20 保持一致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荣耀10必定会加持 AI 拍照技术，这也是现如今智能手机发展的趋势之一。其他方面，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，荣耀10将会配备 5.8 英寸刘海屏，正面预计与 P20 差别不大，毕竟如今配备刘海屏的几款机型的正面外观都差不多。配备正面是指纹识别，处理器为麒麟970，采用 4GB 或 6GB 内存。至于售价，考虑到荣耀品牌的定位，荣耀10也必然走高性价比路线。结合荣耀92299元的起售价格，那么荣耀10的售价预计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